完了，跨赛，我不能拿车，笑死了，你这是怎样？小姐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想买阳伞，因为我们等下去动物园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一下，喂，喂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直接觉得穿拖鞋很舒服，我真的看不懂，完全没有，真的看不懂，我完全没发现你穿这样子要拍什么大片？我跟你讲，问号问号。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只有在泰国的 Seven 才有，超好吃的仁布口香糖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大城动物园的门口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买了超可爱的头饰， yeah, 小白大家都买哦。小白狮跟这个是什么？我是老虎。你是老虎哦。老虎。啊，你是？我是王美。我是小花，小雏菊。这里可以为长颈鹿拍照。真的斑马 ，Libra Libra。北巴狗，我第一次有白色的猴子，有看到。我到，你这是闹钟。有白色，对，第一次有猴子是白色的，有看到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我在讲什么？小虎林，哎、欸，小虎林的大便，你看。小虎林的大便，好可爱。庄瑶轩，轩，吃水饺的轩。鞋不行，我鞋没关系，鞋不要拍到鞋。这里的纪念品都卖得很便宜耶，其实跟其他的国家的纪念品店比起来的话，这样相当的便宜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鳄鱼抽象假的，因为它会定那个静止不动。然后他们说最贵的就是它的肚皮，对，可以做包包。好可爱哦、喔！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喂啊，会超好笑的，因为大家会这样子，很缓慢的这样子起来。鳄鱼喂食秀开始，好恐怖！请看一下鳄鱼哦，哎，这个弟弟来了，你看，他们爬上来了。北壁府那边，因为车程远嘛，可是它那边比较大自然，就是我们跟那个斑马还有长颈鹿拍照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像在草原，真的像在草原里面。然后这边是因为离曼谷比较近，然后又方便，然后现在人很少，所以要赶快来，趁还没有很多观光客的时候，然后东西都超便宜的，没错。我觉得这边比较特别是它有喂鳄鱼，想去看小白狮，小白狮在这吗？小白狮，等一下可以去。你是小白狮 ，OK。Hello， 然后这边也有200块的大蟒蛇合照，超巨哎、欸！太可爱了，姐姐可爱耶！卢比，来快过来啊！
完全一模一样，好好笑啊！你们是朋友、啊？你吓到他了、啊？你吓到他了？他吓到我。非常大推这边的动物园，餐厅有那个冷气，超开心的。乐一整天，我衣服都撕掉了。哎、欸，但是这边的动物就是都很近，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到动物。我问这间庙叫做 Wat Chai Wat Tanala， 好难。总之呢，这边就是可以租那个太服，对不对？然后都非常便宜，只要几百块。像我的那一套就是450。嗯，因为它的布料不一样，我的布料可能比较贵一点，但其他的可能300块就可以了。哇，这边超多饰品哎，还可以化妆，穿起来就会像这样，好美哦。这边有394年的历史，啊，这边不到一年。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，这个大家看到这个铜像，这里有好几尊，这里的话总共有120尊，然后他们全部的头呢都被砍掉，是因为以前跟缅甸打仗，里面有黄金，所以他把头呢全部都砍下来回去当黄金使用。是哦，对，只剩下身体，所以那你的头有黄金吗？我头是金做的，应该只有屁股才有黄金，我全身都金。壁咚！天哪！哦，哎，不是，不要，壁区，直接拿起来打，好好笑哦！我好幽默，你好幽默，你要被我揍！我们要去坐船了。只能说饭店的拖鞋真的是很好穿呐、啊，你看，饭店拖鞋多好穿、啊。这里，我要给他，不给我过来。哪个动物皮肤最差？大象，因为橡皮擦。
常的好。我们早上去了动物园，然后去穿太服，然后刚刚呢去喂大象。徐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蛮不淡化的，可是非常充实，很棒哎。就是如果很懒的人，像我们这种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玩，不知道怎么安排行程，安排行程就是直接安排整套，对，没错，一系列，而且还可以包车。它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的行程，刚好太阳要下山。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那个太服蛮好玩的。怎么说？因为它就是会帮你搭配，然后会有妆发。对，然后如果你用头发的话，就是加五十。像我就有加50块，对，然后好棒啊！哎呦，而且重点是拍到超多网美照，没错，衣服穿对了就怎么拍都是大脸，这个晒黑，对，超黑，他今天换了超多衣服，对，我现在变成泰国人了。我们要感谢什么平台？感谢泰趣味旅游平台。然后这边的话会上 IG 连结，如果想要跟我们一样有这样子丰富的行程的话，请到 IG 直接订购他们家官方网站。官方网站。官方网站，那个菊的 IG， 然后 Rose 的 IG， 汪汪你要吗？不用。我的 IG 都请订阅起来，还有这部影片最好是看10遍分享出去。没错，分享按赞。泰国